们都可以接。哎，那你觉得里面最好笑的一个场景是什么？你个人认为？哦，电梯换衣服。그걸찍었을때가그러니까며칠동안계속밤을새마침7시간됐을거예요너무피곤한데재밌게찍어야되잖아요근데그당시그엘리베이터에도막에어컨도나오고엘리베이터시간이추워가지고고생을좀많이했었어요其实拍那一场，其实他们已经熬了三天的夜，拍通宵拍戏，所以其实很累，然后都非常的想睡觉，很疲倦。那尤其那时候是早上7点，然后那个电梯里面的还有冷气，他们又疲倦又想睡觉又冷，所以拍起来蛮辛苦的那个。但是那个表情很真实。辛苦啊！啊，对对对，我刚才觉得。중고등학생이많이사진는장면이나오거든요진짜유명했어요너무친근했어요那一场是他们第一次开电梯的门的时候，有高中生、女高中生或者国中生一起拍照，有那个镜头。他那个时候觉得真的好丢脸啊！真的要是现实当中，估计他就……真的哦，真的，这一定会很难堪。好，那既然觉得每个场景都好笑，这样我们让他选一下，你认为当中最经典的台词会有什么？제가개인적으로좋아하는거는19集在床上的一个戏，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他最喜欢床戏是吧？开玩笑，开玩笑 ，just joking。哦，哪一个台词？为什么그장면을느끼는다면은제가대사를하는데너무나진짜제가울음이나오려고그걸참극에돌렸어요대사한것他在演那一场戏的时候要讲台词嘛，可是他整个非常感动，泪一直想要流出来。他为了要忍受那个让他泪不要流出来，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还是真情流露。然后他最精彩的，这是最精彩的场景，他认为的。各位回去再重温一下第19集最精彩的台词是什么？你觉得里面？네그씬에서나오는그때미안하다뭐이렇게하다가사랑한다사랑한다사랑한다를그때가슴이아직도그감정이너무기억이나요就那个台词的时候跟他说对不起，然后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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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激动的心情，他到现在还有感觉。大家想不听啊，再说一遍。这样稍后，我首先问一下。